大盘今天跌跌不休，跌到了9133点，波段的跌幅高达了将近快要400点。今天不止各位看到5263智慧的狂飙，3529利多见报了，有没有跟我跟各位预告的一模一样？等一下来跟各位做分享。另外，我说不管是智慧也好，不管是力旺也好，我相信大家绝对都是大赚的，跟我全国会员一样。我再次强调，没有请全国会员做见证的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不会创造你没听过的，我也不会跟你玩文字游戏。我会员有赚，我有请会员买，我敢跟你肯定的，他就是在跟你玩文字游戏，因为他所谓的会员，是会费要3亿，要5亿的会员，所以没有人参加，每天买一堆股票啊，所以他跟你讲他会员有赚，不要再搞那种文字游戏。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，各位，我给你了2份的资料，我带领全国会员买进的同时，我也希望让各位了解到，到底我们挑选股票的逻辑跟架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还记得吗？8月8号我跟你预告我买进星象，8月19号星象的中继站的时候，星象在跌停的时候，我请你找回你失落的财富，你失落的尊严。8月19号我告诉你，万众期待，我将近一个月没送资料，我知道大家都在期待我接下来要推出什么股票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只有3档，叫星象，叫传奇，叫五峰。上个礼拜全球最大的科技业的动态，苹果的发表会，我告诉阿多啊，有 iPhone 6，我们有 iStock 6，我给了各位这6档股票。经验今天涨停，我已经不想讲。重点在于苹果的发表会，我告诉你啊 ，iPhone 6发表在即，新形态的消费模式，这是全市场没有人知道的东西。力旺也狂飙了。我说接下来最新的，智威、力旺，老师，我智威早就知道要跟你买在350块了。我的力旺早就知道，早知道就要跟你买在285块了，你还来得及啊？我说这一档，万中选一，就只有一档股票而已了。各位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昨天有拿到的，麻烦你帮我做个见证，全国会员也麻烦你帮我做个见证，看何陈堂在电视上讲的跟做的跟赚的有没有一样，一摸摸一样样。还没有拿到这份资料的投资好朋友，非常欢迎你在今天赶紧拿到手吧，等一下来跟各位做报告。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亮眼，来，3293的星象，我相信呢、啊，现在又没有人讲星象了。9月10号的人不是一堆人在讲星象吗？我说我带你赚了21根涨停了，也够了吧？22根涨停之后的星象，对不起，我不在节目上讲了。全国会员赚到发疯了吧？有没有把空头送上3头？苹果的发表会非常重要，我拿赌神高进来当作例子。不重复了。力旺涨到338块，我332块，请你获利出清。深科小赔4个百分点，请你出清。
志威赚完赚星象，星象赚完赚传奇，传奇赚完赚星象，星象赚完赚志威，志威赚完赚星象，星象赚完21根涨停。我说又是志威了，我当天有没有这样讲？我说我又买了。你看好志威这一档股票会帮我全国会员创造多少财富？志威、力旺双霸天，我说我力旺再度的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全国所有会员周末愉快，因为你就是这两档，够不够清楚？昨天礼拜一，力旺狂飙，又是涨停，恭喜发财，万中选一，送给你，就一档，就一档。今天9月16号，礼拜二。各位，今天志威有没有大涨？今天力旺有没有狂飙？万中选一，今天的表现，你自己看看。全国所有会员呢，赞！老师忍不住要竖起各位的大拇指，对各位竖起大拇指。另外一方面，你刚听我讲完，老师问我怎么每天你的股票都这么强？看起来好像大盘涨了300点，涨了500点，错了，大盘跌了300点，跌了500点，而且今天大跌了84个大点。关于今天大跌的股票，有没有跟我之前预告的也是一模一样？我说现在的量能竟然只有700亿、800亿的时候，你千千万万不要去买那一些需要大幅资金量能才能推升的股票。我点名了三档，一档叫2409的友达，3481的群创，3474的华亚科。我说这三档股票是投资朋友你最容易去买的三档股票，面板股我就直接讲了，我做不到你生意也没关系了，我一定要讲实话，我一定要讲良心话。我说台湾的面板挂了，寒冬来了，我已经讲了1年4个月的时间了，从去年带领我全国会员放空6116的彩晶开始，我讲了1年多了。今天友达创下了波段新低，今天群创创下了波段新低。各位，你还记得吗？3个礼拜以前，当友达、当群创涨停板的时候，当天群创涨停板，友达差一档涨停板。8月27号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对，8月27号光电展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天友达差一档拉到涨停哦。全国的媒体都跟你讲什么？全部的财经节目告诉你什么？彭双浪自己都出来讲话咯，面板供不应求，第三季订单塞到爆，多少人去追？当天友达的成交量是24万张，当天群创的成交量30万张啊，对，我没有记错嘛，就这一天呢。我说我知道要在股票涨停板大涨的时候，我知道很多人又告诉你这叫回升啊，群创的大行情开始了 ，N 字形上涨，要走回升啊，费兹南系数也好，什么3周、5周、8周、13周转折又来了。我说当下你觉得听到不舒服都没关系，我也不想做你生意啊，我直接告诉你，友达群创挂了，这种股票你一张都不要去买，尤其群创的融资余额还创下新高，多少散户又套在里面，结果呢？各位，你现在回头一看，我相信呢，现在有些投资朋友已经输到不想看节目了。我讲这一段，可能他也看不到。大跌，大跌啊！不是订单塞爆，不是供不应求。我说重点都不在于那个地方啊，重点在于中国的8.5代厂的产能啊。我讲了1年4个月了，每天跟你讲的都是8.5代厂的产能，每一次都叫你避开，不要去买。彩晶也空给你看了。你再撑啊！3474的华亚科，为什么我要去找这么多的研究 paper 出来告诉你？52.5块的华亚科，你千万别买，一张都不要买。老师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在电视上再讲空华亚科了？好，我就空单回补嘛，我也只空华亚科这一档而已。
各位，今天的华亚科跌到了40.95，哎，天哪！52块多，多少人告诉你华亚科好，华亚科棒，华亚科呱呱叫？今年一年要赚8块，多少人在52块以上推荐给你华亚科？我知道我讲这些你听起来都不舒服了，但是我把你当自己人，把你当家人了，不然讲这些股票不好，对我没有好处的啦。你手上最多就是这些股票嘛，你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在讲这些股票不好，你不舒服嘛？重点是那个时候你卖掉，我相信你都是赚的。我觉得那才有意义啊。当下你觉得不舒服，结果今天公司的电话满线，谢谢何老师，让他少赔了很多钱，然后又买到万中选一，又赚钱，不就是这样吗？这不就是一个有良心的分析师应该帮忙到各位的吗？我真的希望啊，各位你不要再讲这4个字了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是订单塞到爆，怎么可能？今天股价大跌破底，怎么可能？友达、群创又大跌，怎么可能？华亚科一年赚8块，竟然股价在今天跌到40.95。我希望你以后都讲这4个字。哦，原来中国8.5代厂对面板来讲叫寒冬一场。原来景气循环股要买在高本益比，要卖在低本益比。原来如此啊！讲怎么可能的人，通常都是赔钱的。那我call in。啊，讲原来如此的人，通常都是赚钱的。共勉了、啊，还不知道怎么挑选股票的，今天我也帮你准备好了，万中选一，就一档，这个目标价全部都有，打开的时候你就三个感觉，三个字的感觉全都漏哦，有这种感觉就好。借广告吧。下半段跟你聊聊万中选一、智威还有力旺，今天有动作，进广告。只是一个不可置信的故事，但是对他们而言，这已经是人生中一个想甩却甩不掉的部分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。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
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紧讲好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全球最重要的 iPhone 6，我讲这个例子，你绝对有印象。赌神高进布了这个局一年，苹果也告诉你。当然了，这是我帮各位挖掘出来的。苹果布这个 NFC 的局也布了一年之久，因为最重要的，它有 Touch 的 ID， 可以说服世界前三大的信用卡公司。这间公司今天老干了，之前还发表了 IBCOM。当作烟雾弹。当你搞懂了，我觉得我看了多少博士硕士级的 paper， 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讲出来的东西你听得懂，那才重要。我希望各位每天从我的节目，你了解到原来那些人那么可恶，叫我去买群创，叫我去买友达，叫我去买华雅科，不是，我不是要让各位那样想，那些人也都是为了你好，没有人会希望客户赔钱的。只是可能他们的专业度来讲还有可以加强的地方，所以我告诉各位，景气循环股要怎么操作，买在高本益比，卖在低本益比，有帮到你就好。我希望各位每天学的是正确的方法啦，我每天强调的东西几乎都一样，但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利啊。我说蓝牙就像是相亲，相亲你不能吃老爸饭嘛，所以蓝牙比较耗电，所以后来衍生出来叫做 BLE 嘛。NFC 就像是联谊，联谊也当新在家嘛，就跟他打小心赶快没啥钱，所以他耗费的电力比较小，安全性比较高。我跟我跟你讲，你绝对听有啦，你听有最重要啦。为什么？你听得懂，你才赚得到钱呢、啊。我说他的客户80%。包含什么叫 Broadcom、博通、Qualcomm、高通，还有恩智浦、NXP。我说这三家全世界最大的 IC Design Chip 的公司啊，全部都是力旺的客户，全部的 IP 的认证都过了。我说不管苹果的 A820 纳米用哪一家的晶片当做 NFC， 全部都跟力旺有关啊。所以我只跟你讲一档叫做3529的力旺。第一趟3天2.9根，将近50块的价差，获利出清。第二趟再度买进，全国会员做见证，再度亮灯，利多见报，347附近，全数市价获利出清。我都是市价获利出清的，这是今天利旺的利多、啊，各位看一下吧。利旺打入 Apple Pay，Q4 获利3级跳，来导播可以我们放大，恩智浦有没有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？法人估第四季单季 EPS 达4.1元呢、啊，要创下历史新高啊！利多见报了，法人又大买了，获利出清。
我最常干这种事情。要等到利多带你去买股票，那你自己做就好了。你要的，不就是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卖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吗？再来，今年的主轴重复太多次了，全市场智威全国谁赚最多？全国会员做见证，从头赚到尾，262赚到662，最高在675，我没有带你卖最高，152%，你买一张智威，你跟我赚400块，四个月的时间，不包含中间的价差哦，我都跟你算基本单哦，我加码了9次哦，我都跟你算基本单而已哦，全国唯一5263智威。未来股王候选的，哇！结果崩跌了2.5个月，没有人讲智威，我来。我说上一次从262赚到662，这一次呢？各位你看好，8月26号一定非常多的人告诉你，这叫做弱者恒弱，这会继续破底。市场上就是这样，智威涨到600多块，告诉你强者恒强，要买就买最强的，结果一跌下来。崩跌腰斩，他会告诉你弱者恒弱，要避开弱势股，太弱换强，那些人真的非常的可恶啊！你不懂智威不要讲嘛，没有人会怪你。结果呢，满满的获利，获利之后，第三啦，佫带你佫赚一支。尖尖这支有无？有尖无？利多见报，你看利多见报，获利出清，当天利多，尖点出利多 ，Q 四营收哇，多好，有没有？上个礼拜四我说智威，我再度买回。礼拜五，今天418。崩跌一张都没买，买赚买创高，老师你利旺也赚，智威又大涨，又是扎扎实实的获利。老师有迄种人人买会起的无？啊，买100张，买1000张，买10000张，哎、欸，10000张伤济啦，买1000张，买2000张，拢买有诶股票有无？有啦，就这支万中选一，为自己对成功、对梦想找个方法吧。我认为现在是各位蛮不错的机会，因为万中选一只有一档股票，纯细在李刚啊啦。昨天是43天，现在剩42天了。我教你怎么掌握人性，不要说教啦，我跟各位分享。掌握人性啊，我攻敌之必救啊！今天站上了整数关卡，今天成交量将近10000张，全国会员帮我做见证，昨天拿到资料的帮我做见证，现在您都还来得及啊！万中选一，就一档，今天持续的。跟亲爱的各位来做分享，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我是何神堂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，谢谢大家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往土一点，我掌握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，找到无限的机会。之前找工作没头绪，拨了这支24小时免付费电话，就有专人服务。透过线上测验及评量，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，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。踏入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。善用就业资源，找出人生方向。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冷气外泄，钱飞不见。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。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。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生活。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，付出少许保费，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，让您及家人获得多一层保障。详情请洽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。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关心您。